复习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启动玄机。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动罗书，大义之道卦中显，万步演变地道中。哦将不息是精神，偶等载物是胸怀，随遇而安是境界，开悟成悟是智身呐、啊！是啊，船上湿气大，这个应有好处。你来一口啊？那我也尝尝。啊，好东西。大人，两位小哥来了。大人早，两位小哥早啊。好、哦、两位老哥更早啊，看样子两位老哥今天一定有什么开心事儿啊，我们在大老远就能听见你们二位的笑声了。是因为小女昨天抱着渔夫大哥送的红鲤鱼回家。吃饭吧，为了条鱼连饭都不吃了。我要和鱼儿一起吃饭。爹，你看鱼儿吃饭了，吃饭了。乖，赶快吃饭，吃完早点睡觉。不，我不睡，我要守着鱼儿。鱼儿晚上也要睡觉。那我就等鱼儿睡觉了，我再睡觉。傻孩子，鱼儿是睁眼睡觉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鱼儿昨晚已经睡觉了，乖，好好睡吧。
觉觉，我也睡觉觉。哎，那个傻孩子啊，整整一夜没睡，真是让人又气又好笑。看来还是我的责任呐、啊。如果我没给他那鱼，他就不会一晚没睡了。哎，起码他知道了鱼睡觉是睁着眼，以后啊就不会出现昨晚的事儿了。孩子就是单纯可爱呀。看平时那丫头鬼精的，没想到也有傻的时候。迟了，那我们就直接讲卦吧。艮卦第五阶段为渐卦，渐卦上卦为巽为风，下卦为艮为山。渐卦乃循序渐进之意。山上本无草木，只要有一棵草木，就可以繁衍为森林草坪，故曰渐。天下事物莫不有循序渐进而成，万物生化非一日之功，当不急不躁，脚踏实地，顺应四时而化育。渐，女归吉，立贞。渐卦象征着循序渐进之意，就像迎娶女子一样，要经过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亲迎六种礼节，不可逾越。这一道道的礼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这个过程缺一不可。按指做事一定要按一定的秩序，不可逾越。初六，鸿渐于干，小子立，有言无咎。鸿雁渐渐地接近水边，没想到水边有一群玩耍的小孩子，见到鸿雁的接近，就大声地吆喝起来：“鸿雁来啦，鸿雁来啦！”孩子们虽然吆喝，并没有去影响鸿雁饮水，鸿雁也满水飞走了。通过鸿雁饮水告诉一个道理，做事要注意观察情况，渐渐接近目标，不要被一些无聊的言论阻挡。六二，鸿渐于盘，饮食看看，吉。鸿雁观察着四周的情况，渐渐接近盘石，见四周没有情况，快乐地寻食饮水，吃饱后高兴地飞走了。在做事情时注意观察情况，渐渐接近目标，安全地达到目的。九三，鸿渐于陆，夫征不复，复运不遇，凶，利欲寇。鸿雁在高空中飞翔着，观察着陆地上的情况，慢慢地落在陆地上。陆地上有一户人家，只有妇人，丈夫出征没有回来，自己却怀孕了，不能生育，名不正位不当，危险呐！利于给他人提供防范未然。六四，鸿渐于木，获得其爵，无咎。鸿雁飞起来，逐渐接近到高树之上，或许能找到较平的枝杈得以栖息，
这样就没有安全的忧虑。95，鸿渐于龄，复三岁不孕，终末之盛，吉。鸿雁飞起来，逐渐接近丘陵，在丘陵旁的一户人家，也是丈夫未回，三年了，妻子没有怀孕，邪念没有取得胜利，妇人最终夫妻团圆。三爻的妇人，丈夫不在却怀孕了，是邪念战胜正义。五爻，丈夫三年不在没有怀孕，说明妇人坚守妇道，是正义战胜邪念。上九，鸿渐于陆，其余可用为宜，吉。到了上九爻，鸿雁在每次接近落地时，都张开漂亮的羽毛，作为对大地的仪礼，和大地亲切地生活在一起。我来了。此卦通过鸿雁的饮水、觅食、落地、栖息这些天性行为，反映出人生中也要有法度，遇事不乱顺序，循序渐进，切勿急于求成，违背礼法章纪。今天这酒怎么样？地道吧？啊，不错，好酒啊！啊，啊，当然了。先生来一口。啊，真是好酒啊，甘醇美味。这酿酒也是一门学问，其中的诀窍也不少啊。大家都喜欢喝酒，看来这个一定好喝。师兄，一起过来呀、啊！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别客气，快来吧。那好吧，来了，来了。
个酒真是越喝越有味儿，就像先生说的甘醇美味。渔夫大哥不是醉了吧？这似醉非醉感觉真不错呀。啊，还有人要喝吗？不喝吗？喝吗？不喝我就收起来了。别收啊，我还一口都没喝呢。真是过瘾呐。我还以为小哥嫌弃我们这两个粗人喝了这酒你就不会喝了。我怎么会嫌弃你们呢？是啊，大家在一起是难得的缘分啊。对，缘分。只是以前小哥总是嫌我俩是粗人，我们也只好……没有的事儿，我可没有嫌弃您，你们二位。是吗？那当然了。哦，那是我小老儿多心了。小哥能把我们当作是同道中人，我小老儿很是知足啊。来，小哥再好好品品这酒。那就多谢老哥了。小哥出事之事准备得怎么样了？这次出事我不准备参加了。哎呀，可惜可惜了呀。那我们再来讲一卦。这一卦为简卦，是艮卦阶段的第六卦。简卦上卦为坎主险，下卦艮为山。简卦象征着艰险艰难，坎卦在上预示着山上有险，前进的途中有险，故曰简。面对艰险，不能前进，也不能后退，艰险而止，不盲目冒进，深思熟虑规划方案，再图进取，不是知难而退。简，立西南，不立东北，立见大人，真吉。简卦象征着艰险艰难，上坎下艮都是阴气凝结之卦，西南为阴气所生之地，东北为阳气所生之地。对于坎艮而言，西南为生地，东北为死地，与坤卦的西南得朋，西北丧朋异曲同工。坚持顺应大道，就可以见到大人物，化解艰险，继续前进。初六，王翦来遇。在前行中遇到艰险，不盲目前进，退回来重新谋划，必然有益。这说明处理问题深思熟虑，不轻举妄动，等待时机。六二，王臣简简，匪公之故。君王与臣子遇到艰险，并没有停下来，他们在危难中积极地寻找良策，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国家的臣民。九三，王翦来反。三爻与初爻相同，不同之处，前者为来遇，此爻为来反。反不但是返回原地，更是思想上的反思，深刻反思艰险的问题所在，找出问题，化解艰险。六四，王翦来连。接上爻的来反，此爻是来连。当面对艰险时不放弃，要经过多次连续的攻克才能战胜。来连就是要不气馁，不放弃，不被艰险所困。九五，大简，
蓬莱。当面临极大的艰险处境时，一个人的力量与智慧往往不足，他需要众人的帮助，化解危机，度过艰难。上六，王翦来朔，即利见大人。在前进的路上遇到艰险，能知险而止，回来总结经验，筹划谋略，一定可以大有收获。这样做一定可以遇到大人物的辅助，因为这样的人才是大受欢迎的。老哥，可知此卦与当中谁人有关呢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依我看是与你有关。老哥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人生的道路崎岖不平，总是要经历很多磨难呢。当面对艰难困苦时，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是能否成功的关键。易经讲变易之道，当面对困难时应该及时变通，总结经验教训，联合智者，不抛弃不放弃，再大的艰险也可以度过，从而取得胜利。这卦的大意正好与我们这位小哥的现况相近，小哥也是知道自己参加官考还有所欠缺，有困难不想贸然试探。放弃这次的官考，继续潜心努力，找出自己的欠缺，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后再去官考，那时就必然功成名就。是啊是啊。哦，既然是这样。那这次不考也罢，下次去考一定榜上有名。是啊是啊，一定金榜题名。